这个武侠呢这么经典，那么徐克呢也是这个武侠电影的这个代表人物。昨天爆料这个首款海报以后呢，热搜一直排名在第一，是因为这微博 热搜一直排名在第一，是因为郭靖的演员是肖战，那么带来的整个市场的极大的这个关注。那么肖战符合这个影片他所有的特性里头，我们也是进行了反复的评估，包括定妆照，包括这个训练，各种训练，最终他确定的这个他做这个部影片。